区域防守就开始，现在呢一个二三区域联防了。哎，走！哎，走！好三分！然后刚好就拨进或是 put back down。今天这一球就很精彩。哇 ，Garcia 没快位，可是好像在低线，特别是在弧顶正面的突破，其实是比上面很容易的。对，而且都蛮大的一个空档。结束还有四分钟，挡拆非常漂亮的，哇，这个球给的非常细腻啊！哇，雷特把他所有的体能，全可能跳出来，哇，这个球先看陈坚，哇，这个球给的非常细腻，泰山压顶，直接把球给扣进篮筐 ，show hand。所以目前在篮板总数啊都是在41、42个，所以篮板目前双方是平分秋色。张东信来挑战，因为陈立焕在先，是要做替补。27-11，哇，第一节的分数16分的差距。周文鼎也想来一个 ，but go tending。这球他跳得蛮高的哇，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曾文鼎这样的活泼演出了，特别是面对杨将士晚了一点点，球刚好在往下。